行二年级男子组的比赛。首先，大家第一跑道的是来自蓝队的翁夫恩同学，第二跑道青队低优令同学，第三跑道红队 Jason 卢家顺同学，第四跑道黄队拉伊哲同学，第五跑道蓝队钟真化同学，第六跑道青队甘开胜同学，第七跑道红队甘家倩同学，以及第八跑道黄队包娇胜同学。Very fun.